木姐，嗯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呀，我有啥心事？有这么忧郁，有啥心事跟我说说呗。我跟你说，你懂个啥？你一个小孩家家的懂啥？我不小了，成年了。我要说，我也是跟比我大的忘年交去说。谁呀？还有忘年交？多着呢，一堆。那走吧。带你去找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昨天晚上直播之后，回到家都1点多了，然后睡不着，一直到3点左右才睡，然后今天早上6点又醒了，太焦虑了，最近不知道咋回事，每天晚上都是这种情况，睡不着啊。你知道为啥吗？太敬业了，就是你对粉丝那种责任感太强了，啊，就生怕自己的衣服啊，别人不满意啊，其实很付出了啊，很付出了。但是我觉得我心里事太多了，感觉就是。肯定心里面压了好多好多事，可能是太压抑了，又焦虑。那你来找我更好啊！你知道咱家有个东西，你看这是啥？这不是？无忧。为啥是无忧呢？啊，因为味道影响人的情绪。当今社会，很多朋友有压力啊、焦虑啊，很正常，是吧？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根据我们的香学设计一款香，这个香叫无忧。真的吗？啊，带你说吧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的。那个是做成香珠的，还是做成那种线香的？香珠或香茶都有。真的吗？我每次来你这儿，我都想抢点东西走。但是我抢回家，我又不知道怎么做，你知道吗？嗯。这是啥东西？这就是我们配好的无忧。这个跟玩泥巴一样吗？是的，玩一玩。这个我可以操作一下吗？可以的。咋弄啊？走。木姐。啊。你咋给人弄碎了呀？这咋越揉越碎？咋回事？你还弄坏了？啊，真的假的呀？你看都成渣渣了。哎，怎么揉碎了？没有，这个揉碎对还是不对呀、啊？不对。不对。啊，应该越活越筋道了。嗯，要挨吵吗？不用。这个刚才揉了一下，给全给揉成碎渣了。这怎么办？要揉成一团才对，是吧？嗯，是。这个做手串啊，看着简单，其实它里面有一些东西的。加点水行吗？不能加水，因为加水的话，它在挥发过程中呢，水如果大的话，它会变形。哦，不能加水。对。全程不加水吗？对，不加。嗯、全程不加水。嗯。这原料都有啥呀？这里面的都是原料吗？是的，这里面有沉香、檀香、安息乳香和桂花。哦，还有桂花。对。这个颜色是桂花。是的。厉害。不是啊，你这是把我当成二傻子吗？这不颜色最浅了吗？这个桂花的味道真的好好闻。差不多了吧，老师？差不多了，再给我出炉了。出炉了？啊，我都还出不了，老师。哇，老师揉得好圆。这是啥呀？不是，同样是个手搓，为啥你揉那么圆啊？这个就是一个技巧。这个全都是手搓出来吧？咱家的桌子全都是手工的，全都是。我的天哪，我以为这些全部都是用机器做的呢。不行，你看老师揉的多好，一个裂缝都没有。是的。不是我为啥揉着揉着揉成扁了，还上面全都是裂缝？算了，我说这个徒弟不能教，太菜了。哎，直接成了。啊，就这样。你那为什么那么大？我这个这么小。这是男士的。哦，还分男女了啊？对。我要跟着老师来学川普嘛。嗯。先用一个牙签儿。对。沾点水，老师说沾水中的话就比较容易穿了。对，减少摩擦力。然后就用手心儿，对吧？放在这个。对。可以了，脱了。吐了，你笑我干嘛？你嘲笑我？我还以为你会给它穿破了一下。怎么可能？一定要吐啊！不吐怎么穿什么呢？我说直接穿成两半。他怕我穿裂，真的。他刚才都准备看我笑话，他说你一定会穿裂一个的。穿完之后，然后该干嘛了？穿完以后呢，较长。嗯。哎，较长在哪里？做好以后放里面较长。哦，就直接干放到这里面就行了。对，较长，你闻一下。嗯。哇，好浓呀！这个味道。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个暖暖的香味了，已经是的，是吧？这就是咱的无忧，哦，这就是无忧的香珠，对，你看一罐，心中无忧，满眼便是春天。香多久了？今年，假如今年30啊，再香70年，香一个有生之年，这么厉害了吗？他不是说持香就一两年，他是能长久的持香，持续的。如果你觉得不香了，放到冰箱里放1星期就好了。真的呀？是的，嗯。那这不是比香水划算多了？那当然了。
并且是自发的那种香味，不用喷任何的香精了。不需要，不需要。这里面有香精没？老师，你说实话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摸着清楚。没有香精，对吧？香精做香20多年了，我们只做高品的天然香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穿珠子环节了，这个里面有配件，就是可以搭配珠子上用的。你看一下这个剪刀，多迷你。好复古呀。对，好可爱。好像老奶奶在缝衣服。你要理解一下，900多度的近视，你看看加上散光，现在跟瞎了一样。你应该再拿拿针，撩一下头发。就是。对对对对。这样才出来。是的。是吧？看一下这个，成品怎么样？哇。这个就是无忧的香珠子。你他说如果不香的时候放个密封袋里面还会香是吧？对，放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然后再拿去，它味道就会。这个以后没事就盘盘吧，好吧。